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来到我家看风水。天山天池，天上水，瑶池金木半桃回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来到阮家看风水》。我是彰化教士黄家盛讲师，今日非常欢喜，咱邀请到咱李师兄啊，请李师兄呢，甲大家自我甲大家介绍一下，来请。各位贤士同修，大家好，我是彰化教士学员。今日吼来甲咱遮维新县教安尼来录，即个我阮厝的一挂风水安尼，啊讲伫这光复后吼，啊伫落尾一块地吼，啊来起即个正新和灵的迄个厝安尼吼，啊因为阮爸是伫即个住伫即个和平即边遮吼。啊，咱以咱风水咧下安尼吼，两边过岸安尼吼，迄几年啊拢有趁钱，有迄落损一寡安尼吼。啊，即个中间为着方便吼，啊来即个和平即个中间吼有起即个悬吼，啊比咱以早拢平街吼啊较悬安五米吼，即个六米安尼啊，即个水塔。啊，搁在弄这，咱和平就悬啊。以早为着讲啊，方便生活吼，这个两边啊，壁面搁在饲猪吼啊，这个臭味吼啊，无学着咱这個风水吼，两惊臭，来属于吼一个家庭安尼吼，心情啥安尼吼，大家兄弟啊安尼吼啊，有着个意见。哦，啊，搁家己即个和平后壁，阮爸搁趁钱，有搁算搁来饲猪，原来搁来饲猪来迄落安尼吼，啊，水安尼是安尼方便，啊，和平悬吼，所以来有咧上吊顶吼，阮阿叔安尼都无迄落吼来去上吊吼，啊，加即感情大家吼，啊都。无方，无真亲切，所以吼、哦，甲即马拢搁改变，算讲搁阮爸甲阮阿公讨讲，即马阮厝个家己搁起起来，即边起伫和平，吼、哦、啊和平即个中间，阮变完啊较悬，之后即个旧厝遮吼啊，大家拢住袂迄落舒适，拢大家拢。移出去啊！吼，啊，阮算讲大兴起伫即个和平，即个即摆阮住诶即个所在嘛，搁托因为砖卡路拢细条啦，吼，啊，搁逼啊，吼，啊，拢和平即边则搁对面搁来起五楼，啊，阮是起三楼尔，吼，啊，即个。特别啊，啊，搁五楼悬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厝诶，吼，啊，真未平安，哦，啊，这个时势，吼，啊，细汉迄阵啊，也未好平，这边也未起，吼，啊，大家也搁会斗坐，斗迄落安尼，吼，啊，好平起起安尼，吼，啊，都厝内都有一寡无平安，无迄落安尼，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囡仔吼，啊，拢个人个人诶思想吼，拢未配合未迄落安尼，吼啊，因算大家未来甲即个时代人甲我安尼斗用斗做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因就较无即个住厝要迄落斗用安尼，吼啊，拢做哩石头路做迄落安尼。啊，咱感谢着咱李师兄来甲咱分享着来到咱兜看风水。啊，伊所讲的来到咱兜看风水，好平就是咱门要出去正手平啊，叫做好平。咱的门若看倒出去，要出去迄边叫做良平啊，好平呢？人讲好安啊，好袂使震动哩，好惊动啊，量呢量惊臭啊，所以你袂使哩倒头去饲哩，甲你个精神啊饲淡量平，甲你个安那迄个要震动个物件放淡好平，阿壁来开钱，当然是阿壁山显武，山就是关顶。山关顶呢，顶就是人才，所以伊会失顶去嘛，吼、哦。阿壁袂使乌白叮当，啊，所以人好平五楼起起来，变成贫妻子、奴妻子，使伊个家庭来无平安，吼、哦，使伊个家庭事业嘛较袂遐顺势。即、這个两平呢，咱本来就是咱厝内看出去个倒手平，两平。爱管好平呢，爱低，安尼毋只人讲服好，啊安尼则变成讲啊，即、這个地理本来是足好诶，啊伊个厝本来是正好，人讲山明水秀，头前水，后壁山，啊本来即就是足水诶水，虽然伊个厝头前路头是细啊条啊，细条也阁袂要紧。但是卖逼心就好，逼心咱的头前，若逼心厝若甲咱起在头前，甲咱逼到，互咱路头村一只啦，无起起来无要紧，起起来即个路头一两米的所在，头前起起来，甲咱逼到煞安那，变泰山压顶，头前的明堂咱都看袂出去，啊，咱要哪有法度人救灾？咱即马阁继续来请咱李师兄啊，阁来甲咱分享着咱来到咱兜看风水个案例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好。因为这中间吼、哦、做生意有趁钱吼，啊，都头前吼，啊，我阁弄一个这个六印池个吼，啊，深井吼，啊，伫两爿这个中间个吼，叫来弄个时。吼、哦、啊！伊个师傅吼，就伫遐用个时就脚吼，啊无去洗哩，原来去甲踢着吼，迄、哦、即、這个伊内底算讲有即个地方位个即个挡土墙吼，啊无洗哩，就去家己去挂一挂着老花安尼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中间我弄正有即、這个迄、那个无看日子无迄落啊，师傅就来。来用来迄落啊！我迄个中间，我嘛安尼感觉身体安尼吼，啊无爽快，无迄落去带，我那要带到要到两礼拜安尼。吼啊！你来你大病院检查无即个什么病、什么会啥安尼无迄落啊？干安尼
发烧啊，甲安尼喘喘袂迄落安尼顺时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遐安尼家庭嘛安尼吼，啊，袂平安，啊，囡仔嘛安尼有一挂即个毛病安尼吼，来影响着安尼吼，啊，老迄个老同修安尼嘛是会去感应着，因为即个中间伊嘛是爱负责内底迄落，互伊安尼吼，即个身体了有较迄落感应着吼。有咱拢年底啊吼，拢有即个清炖吼。以早咱无我无会学会经的时吼，即个清炖吼，拢甲咱新准摸来吼，摸来啊切切的吼。啊，尤其是路吼，啊，我拢甲摕落安尼清清的吼，啊，甲倒落安尼一挂内底香脚啥安尼清理吼，所以咱无简单的看日子来即个按即个路吼，啊，迄阵啊咱无学的时，拢听即个收音机啥咧讲啊，清顿到啊，啊一挂迄、那个甲新准甲。即、这个按桌顶的物件吼，啊，摕来清清切切的，啊，从甲即个路，甲即个迄个物件内底物件拢摕出来，拢以前拢路内中间拢安尼五宝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唔知拢甲摕来清清来迄落啥，哦，有一届吼，啊，算年底啊，阮老同修伊去哩顶头吼，啊。清这物件，这个迄落安尼吼，啊，迄个早用用安尼讲，啊，感觉讲啊，这个拢无厕所，无迄落啥吼，啊，家己身体安尼感觉无爽快，啊来，着紧去病院安尼，吼，啊，着住院，着迄落安尼，住院中间，医生甲注药啊落去尔。伊讲伊要放尿来，脚袂起来啦，脚无大摊澹迄落安尼，啊住院啊住几啊个月，吼啊尾啊去问神托佛安尼来迄落安尼来去解，嘛无啥物进展，尾啊讲有即个尿毒吼啊，所以就变来即个西药剂，吼啊来。最中间，我人洗几啊年，吼、哦，洗几啊年，啊来无方便，无迄落，啊都有介绍讲，朋友介绍讲，啊去用文迄个文俗的迄个医疗方法来推拿落迄落，安尼有渐渐讲，哦，来尿了会淡，会惊，会变，说变来变目睭。模糊无看，即中间吼，毋知是去清顿去迄落，就也是拢即中间拢甲路摕落来，即个就搁按起迄个中间就去安怎着安尼吼，迄说算讲迄阵啊嘛，久来无咧无毋知影啥物日子无法度他去迄落吼，啊即算有一挂只个无学着，啊就拢。听到迄落安尼，就去甲用起来，起来甲改，啊，拢算学员安尼吼，就较袂响。啊，今仔学着咱来到咱卫生中学着咱这舒压棒安尼吼，脑做棒安尼一个方法，吼啊来对接着，啊，希望讲大家吼啊来咱学咱这个易经风水学。吼、哦、啊，保护家己安尼吼啊，学员安尼吼，平安顺顺如意安尼。好，咱感谢了咱咱李师兄呢，啊来甲咱分享遮侪咱这案例啊，头拄只伊讲的，咱讲弄古井，弄古井吼，其实真正你袂使乌白弄，伊迄就是安怎，所以就是三煞，三煞就是啥，三煞爱日子。
吼，那讲三煞位也较唔知，三煞日子就是讲，你那是伫南平，吼，恁到南平，你那讲坐北向南的，恁到南平，吼，啊，你南平头前还是南平要弄过去，你当然是神主神煞南，你也甲弄落去，一定有三件代志的，吼，啊，你那伫北平呢？因五术，你当然是袂使你弄哩啦。因五术煞北啊，吼、哦，这弄落一定啊呐，叮当落一定啊三煞，无代志是真好。那有代志三件代志，所以伊讲的吼，迄、哦那个人就先啊呐弄到血光先流血啊，吼、哦，过来造成伊遮侪问题走出来，伊嘛去住院啊。因老爸嘛有代志啊，这是算小可甲你经过一三煞的时阵，是真正袂使你哦，咱袂使你讲啊，我自由跳，我都坐东向西，啊，或者讲啊，老师，什么叫做自由跳？就是自立、有力、抽力，这嘛是爱来学易经，会甲恁教教会详细。啊，那师傅定来讲的风水册咧就有遮，但是你要看。你用无十页，你要看嘛看袂晓哩，一定爱来咱的教室，咱来学易经风水，老师会看看甲你讲。像就这清炖日，咱学生若到这过年了后，咱拢会甲清炖日的这个清炖的重要啊，紧改讲予学生知，才袂像咱历史上讲的，较早袂晓哩，啊，拢安那，规个炉拢甲捧起来，香烟甲香火啊，甲清清倒倒嘞，清清倒倒嘞，哦，内底阁下什么七宝啊，迄拢唔对的，所以嘞。啊，神明要清炖的，你嘛一定爱用清气煲啊！啊，重要香炉一定袂使震动着。哦，香炉咱按个无有时啊，即、這个清炖日，足侪人安那香炉摕起三煞日，啊，就随安那随着着。哦，咱阁继续，咱就请咱李师兄啊来甲咱分享到咱的案例。啊，各位恩师同修，大家好。我阁一个案例讲，我听收音机讲，啊，咱新村吼，啊，爱这个坐这个治水吼、哦，来看水安尼吼，啊，水灾安尼来看水有灾有迄落安尼吼，啊，自底我吼、哦、坐北向南吼、哦，啊，我顺从水来，我坐。我迄阵啊，听着讲啊，收音机安尼讲，我就甲来甲刷，无看日也无摇安尼吼，啊，就来甲刷坐西向东，吼、哦，啊，人讲治水，吼、哦，算有财有水有财安尼吼，啊，无想着讲，咱也袂晓讲啊，即、這个西平这边即个中间吼，啊，咱算壁拢有较耐一丝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边啊，两边甲后边这个中间拢有这个凸出这条啊角，吼、哦、啊，无去啊缝，无去啊迄落，啊，甲厝顶吼啊有迄个牛，土一撮牛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新村吼、哦、左右吼、哦、啊，就这个条枪啊，这顶头个这缀着牛安尼吼啊，真不如法，啊，佫无迄落吼啊，唔知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。中间，啊，我算有请，迄阵有请迄个工吼，啊，咧做中间吼，机械就出问题，来甲这个手去夹着，吼，啊，有就安尼来迄工来，家内就不平安，吼，尾啊，阮师傅因老爸啊，吼，啊，就讲你
内底有创啥货安尼吼，你有去动着啥物货物件吼，啊那才会去变着安尼。吼、啊，我讲啊，我都听着收音机讲啊，这个咱爱坐净水，爱迄落安尼吼，啊，才有钱有财有迄落安尼。吼 啊， 啊，所以伊才来甲我讲，啊你安尼乱输看哩，乱输迄落无看哩，无迄落安来。来安来迄落吼，都，佫嘛无迄落，都紧佫甲刷倒倒来坐北向南安尼啦。啊，刷来刷去，煞变种一寡只的吼，啊，咱袂向啊，一寡只的吼，啊，自底这个老伴都无迄落吼，啊，这个只有自杀呢来迄落吼，啊，大家都无家庭都真不安不平衡啊，吼啊，所以。钱财吼，啊，就通讲，迄个实在呀，一直无记载无要啊，吼，啊，就唔知啊，啊嘛是用到即卖嘛，迄落安尼，未平安，未迄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，有入咱卫生中这个来吼，啊，咱厝头前有这壁角，吼，啊，来安着这平安镜，吼，因为厝前好平有起较悬，啊，就有这壁刀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未去甲在意遐个，啊，尾啊，卫生长中间，咱有咱这个平安行来，吼、哦，化煞为钱安尼吼，啊，来去甲安，有去安这壁刀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好平管吼，啊，老师咧讲吼，好平管会使讲啊，咱这个用这个镜平安镜吼、哦，来甲调过来，吼、哦。好变两平悬，就较平安较迄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甲买转来订咧迄个好平这边吼，啊，但是老师讲，啊，你两平这个条啊，这个镜，来接受好平这个中这个影吼，所以有法当它调来这个镜中间吼，啊，这个咱安镜嘛是爱有一个欢喜吼，啊，希望讲大家来这个卫生中吼，啊，这个学这个风水。学吼、哦，啊，易经学吼、哦，啊，来做个法仪，来大家来接受来迄落安尼，吼、哦，大家平安顺时安尼吼，啊，感恩。啊，谢谢，咱感谢咱李师兄呢，啊，甲咱分享到到这，也感谢各位观众来收看，来到咱家看风水，祝福大家阿弥陀佛。